空姐为啥要穿？盘点美女为何要穿丝袜的搞笑时刻。当女生穿黑丝时，帮我拿杯喝的，渴死了。好嘞，我来了。你今天逛街逛累了吧？要不要我帮你捏捏腿？你今天怎么那么好呀？都是室友，互相照顾不是应该的吗？当女生没穿黑丝时，帮我洗个袜子好不好？臭死！想都别想，你自己洗。哎呀，你再看看呢。江江，你能说一说女生穿黑丝都有啥好处吗？能防火，能防晒，能防止静脉曲张。你说点实际一点的好处。实际一点的呀，就是我每次穿黑丝，都有人请我吃饭。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穿丝袜？哎，我又搞不懂为什么你们女生都喜欢穿丝袜啊？穿丝袜会显得我们女生端庄得体啊！哎，你看空姐，还有一系列的高端服务行业，而且还可以遮盖皮肤上的小瑕疵，让我们女生看起来更加的得体好看。并且啊，在夏天穿黑丝可以有效进行防晒，比我们化妆品强多了。所以我们女生一定要穿黑丝。你好，外卖。好的。可以吗？嗯。什么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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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日本人。99%的男人都不知道女生为什么喜欢穿丝袜。穿丝袜是为了遮住腿毛。你觉得女生穿丝袜的意义是什么？穿丝袜的意义就是性感。性感？你觉得你一套丝袜可以穿多久？一天。一天就完了？对。那如果弄特别贵的，特别贵的，那可以穿一个季节吧。一个季节？可以可以。为什么女生都觉得自己胖？我觉得超过80斤都算胖吧。所以我一直在减肥，然后从来没低过90斤。那你准备是瘦多少？我的理想体重是85斤。85斤。对。空姐，为啥要穿丝袜？哎，黑丝，流量密码，坐拥流量密码。今天啊，本着真消费、才讲真心话的态度，大家聊聊空姐为啥要穿丝袜。首先，丝袜是制服的一部分，穿呢是更好的体现端庄和优雅。毕竟光腿配套裙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吧。第二，为了美呀，就像冬天姐妹们也会穿一些直男不知道的瘦腿裤啊、光腿神器什么的。第三，穿丝袜还能防止蚊虫叮咬，推餐都干活嘛，谁还没有个磕磕碰碰呢？起码还能帮你匀称腿型，还能遮瑕。还有说防止静脉曲张的这种功效型丝袜，我确实是没穿过，不过空姐职业病确实是不少。女生穿丝袜的目的是什么？防冷吧。御寒是吗？对。女生穿丝袜的目的是什么？肯定是为了自己好看啊。有些会觉得就是穿给男生看的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好看穿的最重要。